我身边不能没有女人，没有女人我就完了。不能没有女人，雷同曾用六七七认输了。我什么时候我看到你？柯林，你告我了啊！出道超过60年的雷同，在新片看到灵魂的那只眼，施工饰演被神明指定回乡主持公庙的主位。片中有感情线，戏外虽然六个老婆跑光，幸好还有个小20岁老婆照顾他，五百五包庇。我没有迷信，但是我有信仰。有没有在庙宇发看过，就是你觉得蛮神奇的神迹，或是你觉得有被保佑到的事情？当然，这种都冥冥之中。我的生活模式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太一样。嗯。我身边不能没有女人，没有女人我就完了。所有的东西他都帮我整理得好好。打比方，我现在要上来台北，我现在住杨梅嘛，对，他会就跟我导航，给我住址，导好了，他跟你讲，老公你按那个就可以了。事实我这个依赖性，太重了。对，从年轻到现在，我是老一辈的客家人，客家人。比较大男人，对，重男轻女，所以大男人主义哦，有什么东西，老婆都会帮我们处理的好好的。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恨自己，恨自己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依赖性呢？从小你可以学是没有错啊，你可以勤劳没错，因为我可能从小就比较人家帮我们处理的好，事实这样不好。以前我爸爸妈妈生9个啊。3个男生6个女的，哇，重男轻女嘛。6个姐妹们都要帮我们。我姐姐，我大哥，待我如儿子。当我出事的时候，二话不说，掏钱，他们给的都100以上。利用这个机会，跟我的兄弟姐妹讲一声谢谢，希望来世我们还是能够做兄弟姐妹。换我来照顾你们，最大的问题，我不该做的事情，就说身边不应该留有那么多人，这个就赌输掉了，输掉我所有一切，但是我接受，他们没有错，是我错，我不应该去动他们，他们就是一朵花。我就是蝴蝶，我飞过去，啊去压一直压压飞，压压飞，压压飞，啊飞物件，蝴蝶下去，一路连人路人啊飞了飞了路翁啊，是我的错，你不要真的事出必有因，不要单怪一个人。